嗨，大家好，我是 Michael， 从 Atlas California Trading 公司。那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个无线的摄像探头，在我手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Wireless Surveillance System。然后我今天会向大家展示这个产品是怎么样一个操作，然后是非常简单去安装，用于家里的安全设施措施或者是办公室的安全措施都可以用。 OK， 那我现在为大家把这个就是 产品给你展示，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大家看到这一个在我手上呢，有这个 Atlas 的 logo 在上面，那这个是 receiver， 就是它的主要的连接器。这一部分上面这个是可以装上那个天线在上面，可以展示一下。这就是这个 receiver 上的天线 ，OK， 好。然后这个包括一个小型的摄像头，大家看这个摄像头直接有差不多3英寸。然后是可以非常监控非常很小的，这个摄像探头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是说把它就是安装在很隐秘的地方，或者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可以装在屋子的房檐下面，可以就是侦测到你房子周围的一些情况，就是非常方便，而且一般人不会察觉到。 OK，那这个有效距离是100米，这个摄像探头的有效距离是100米。那这个摄像探头呢，里面还有配置了两个电源线，其中一个电源线是可以连接到这个 receiver 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电源线是装在这个 receiver 上面的，就是给这个 receiver 充电。 OK， 那另外一个这个电源线是可以连接在这个照相这个小的照相摄像机上面。如果你是这样连接，就是说是这个连接上以后，你是不可以拿到随便走，因为它有一个这个电源跟它连接起来，有一个线的这个长度。但是你可以就是用电池给这个小型的这摄像机头充电，这里就是一个它的那个连接器，大家可以看到，可以连接上以后，然后这边是装那个锂电池，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拿着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拍着照。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无线的摄像器可以连接在你的电视上面，当然我们也会配有这个连接线在这里面，所以你可以连接到你的连接，通过这个 receiver 可以连接到你的电视上面，可以在你的电视上面观看。 OK， 然后同样也可以，我们是可以把它连接到电脑上面，但是请大家注意，就是如果你要用这个连接摄像头去连接到电脑，你需要一个连接器，那这个连接器是另外在卖的。 OK， 好，那这一款产品是非常实用，给家庭或者办公室作为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因为可能有些人需要这个摄像探头是说可以监控到家里的一些情况啊，或者办公室一些情况。 OK，非常容易去安装。那么如果有需要喜欢这个产品的，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是949-250-7368 949-250-7368。我们这款产品现在是在 sale， 那现在价格是44.99元，原价是199。 OK， 那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这一款无线摄像探头，如果喜欢给我打电话。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